那你有一天看到有个人的怎么肺白的地方好多黑白块在里面，一块一块好像那个面包屑一样，哦，还有就像头皮一样白白一片一片的，肺里面怎么会有这个白白一片片的？肺癌吗？就已经看到了，你都不需要去照 X 光，然后你晚上睡得好不好？哦，我3点钟准时醒来，已经讲完了，对不对？速度就那么快，哦，当你这个纹路，当你知道这条正常了以后，这个纹路改变了。好，我画了这个。如果你那个瞳孔都变得很大，第二圈也很大，第三圈变得很小，然后很多破洞在这边，这瞳孔变得很大，已经受伤了。然后水呢，已经反乳到木了，然后这个土呢又反乳到木了，好，一路你可以看到哪边出问题，是在眼睛上都可以看到。这是我初期的告诉你一个概念，内经的时候我们会再讲详细一点。瞳孔越小的人呢，越聪明，精得跟猴一样，很精的，瞳孔变得很小。反之就是比较笨的，好。好，我们第一个看这个。涌泉过了以后，哈，涌泉呢，像很多也可以助孕了，因为肾也管跟怀孕也有关系，哦，这个水肿啊都可以治疗，哈，哦。再来第二个穴道叫然谷，然谷穴呢在什么地方？这个我用。右脚内侧的图给你看，好，后跟这样下来哈，然后大拇，我故意画大一点，就告诉你这是足大指，啊，这个好像被人家打了一个榔头一样，我故意表示哈，故意给你看一下。那在这个高骨这边有个，这边的骨头下来的话，这一段会比较稍微高一点点，对不对？上次我们学过高骨下到骨边。是不是脾经的公孙穴，对不对？公孙主冲脉，是不是？从公孙往后一寸，靠近往后一寸，沿着骨边和肌肉中间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哎，肾经的井穴，涌泉是本身是木。哦，那是他的子穴，那泻井当泻通，所以肾经的实证我们在然谷穴下针。哦，那然谷穴呢有个特殊的治症，脑震荡，脑部受到撞击，脑震荡的时候，然谷穴呢会绷起来一块，你看那个血轻轻的绷起来，那个人的头昏啊，恶心啊，哦，头撞到了嘛，你在那个那放血针在上面一刺，血就喷出来，那就醒过来了。好，哦，所以从高处坠下来，头部受伤，或撞到受伤都可以用。哦，然谷放血是很有名的一个急救的大穴，尤其针对脑震荡。哦，那你如果放了然谷穴放血以后，头昏没了，头也不痛了，头昏没了，脑筋清楚了，恶心还有的时候，旁边就是什么公孙嘛，公孙本来就是止恶心很好的冲脉，所以你冲脉再下一针，哦，恶心就去掉，哦。那然谷穴呢，是除了是荣穴以外，是足太阴肾经的什么溪穴，这然谷穴又是溪穴，啊，所以非常好用，有没有？就是溪穴，啊，那这是内就是进取穴的话，像脚不能踩到地上啊，好，这个都可以用这个穴道进取穴嘛，哈，你们倒是你们可以临阵来选择哈，选择。再过来呢是太溪，
太溪穴呢，这是脚的内踝裸，内踝太溪穴在内踝高骨，内裸的高骨跟后面的大筋呢正中间，这叫太溪穴，这个穴道叫太溪，太溪穴。我们有太溪的脉，你手摸下去有个动脉在里面，好，脉会跳，好，这太溪。那太溪我们是诊断，如果看这个病人昏迷过去了，摸太溪脉还有，给救回来。好，我们前面学过冲阳脉，好，冲阳脉，冲阳那个穴道，足阳明胃经的原穴，摸冲阳脉有，胃气还在，太溪脉有，肾气还在，这个你可以一定可以救回来的。那太溪脉没有了，完了。好，那你要去看瞳孔大，瞳孔放大了，再看太溪脉又没有了，这个又没有救了，啊，没有救了。好，那太溪呢？我们前面是颈、荣，这个软骨是荣穴，太溪脉就是什么？俞穴。好，你也可以称为腧穴。好，俞穴，太溪就是俞穴。就是土，好，阴经的俞穴都是属土，好，那临床上呢，好，我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诊断法，这个内踝裸呢，骨头是内里面的骨头是跟这样连，像这边连到的，从太溪脉，太溪这个地方，你画一个，我这样子画哈。画个肾脏在这边，你的大拇指去压太溪脉，这个上面这个地这两寸一寸的地方，你再压左右压。当你有找到压痛点的时候，就是有肾结石。好，好，比如说这是肾脏，那结石可能在这边。也可能在这边，也可能在这边，你怎么知道？你不需要知道，你在这边压的时候，它就可能痛在这边，痛在这边，刚好是相对的，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会痛点会不一样，因为它不一定在同个地方，所以你在这个区域都可以压，压到痛在哪里，在痛点上下针，好，这个指头痛点上针下这下针，所以你要压压到那个人大叫一声，好，我们所谓的阿是穴。阿是穴真正的精神并不是啊这是你从这里下针肩膀啊是这是大陆上的那个啊学的那个看书学的针灸啊有讲过吧老师傅都给他们逗掉了阿是穴的精神在肾结石的时候你在这边压到病人是这里这下针这才是阿是穴那肾结石在排的时候哈很痛啊哦，你不相信我下次这个病人我他让他在痛我痛他痛给你看他的身体是在排我们先不要下次让他痛你看他痛的样子有多痛好了痛了大汗淋漓那个男人都会哭啊我跟你讲好、哦、那你没有看我们先不要下次你看他就在痛好、哦、找到阿是穴的时候你在肾经这个地方找到的时候那这一下去当场病人就喘过气来痛去掉然后病人会告诉你哎呀我感觉到有东西在里面动已经移动完了数量完走痛就没有了、哦、那一般来说西医处理也对为什么你那个肾结石在排尿的时候是很痛啊西医不会给你打吗啡止痛因为打了吗啡止痛的话你不动啊那石头排不出来了、哦、那针一下去痛就去掉好痛就去掉那肾结石的话你们要注意饮水的问题、哦、还有钙片不要吃所以西药厂很好玩他的盐他就说我们人需要钙质他把钙质跟钙片故意把它混在一起消费者就搞不清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钙但是我们不需要钙片钙跟钙片是两回事哦你不要两个是不等的哦好你不要说贪方便哎呀我多吃钙片就好了对啊你吃了半天骨头还是烂还是照样一点用都没有然后还得肾结石好现在所有的研究出来钙片对骨头完全没有帮助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有帮助
但是很多我们很多汤用鱼骨头去熬汤，有没有？好，高汤什么样子？好，都有天然的钙在里面，那个真的对身体好。好，所以诸位多拿骨头去熬汤啊，好，从自然的食物里面取得钙质，而不要去吃钙片。所以我常常跟他讲，钙片是给你的敌人吃的嘛。如果今天我在追这个女朋友，那边有个人在追，对不对？我就没事送她钙片，啊，这样他跟他约会的时候，说他肾结石发作，因为五点到七点肾经啊，哦，这个时候要吃晚饭的时候，他准备的烛光晚会白天准备好了，到时候肾结石发了，对，然后我就跟那个女的去吃饭，她在那边发肾结石，好，那害人很简单啊，好，那自己知道，我们自己不吃，我们喝汤就好了，好，喝骨头汤。好，那这个太溪我们是常常用到的，好，常常用到的穴道。大中，好，大中在哪里呢？在这个这边是大筋，这个太溪，在我们这个脚后面一个后跟骨这边，好，跟脚后跟的骨头这边，好。在这个是水泉，在这个后面后跟骨跟大筋的交接的地方，这是筋，好，这是骨头，正在交接的点的地方，这个好就是我们的大中穴。大中穴呢，好，大中穴是足少阴肾经的络穴，好，别走太阳经，好，那因为它是络穴，跟原穴一样，我们虚实都可以治疗。所谓肾经的实症，小便排不出来，好，我们可以扎大中穴。好，虚症腰酸痛，好，我们也可以，它是它的络穴。好，那你补泻的时候，你可以按照它的实症、虚症来做补泻。这个水泉呢，正好在从太溪穴下来到骨头旁边，所以这是成一个这种走法的。好，我放大给你看。好，这个是内踝裸的胫骨，好，这边后面有个大筋。大筋呢，这个大筋是连到我们的脚后跟骨的地方，这个穴道就是大中。那太溪穴下来到骨边，这个穴道叫水泉。我们扎水泉不是这样下针的，不是这样下针，而水泉是这样下针的。好，这样下针。你看这里，老师对老师啊，这里好热闹、哦，又有溪，又有泉，对不对？哦，那个名称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告诉你，水肿在这里就可以下针，啊、哦。溪水、泉水都能够泄水嘛，好，都能够泄水，所以太那个水泉真的这样下，太溪真的这样下，大中的针也是这样下。好，那这个我常常用在这边，这个水泉呢，我们来治疗脚后跟痛。所以左脚后跟痛的时候，我们扎右脚的水泉。好，那右脚的后跟痛，我们扎左脚的水泉，是这样子反的，好，反的。那为什么水泉会最好？因为我跟诸位讲过，脚后跟的问题是肾脏有问题，那脚后跟不能踩地。好，诸位不要小看这个后跟。你说老师，我很少看到，你错了。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多，我不晓得几乎每天都有老外来的，脚后跟痛，我看到营养片吃钙片，对吧？哦，五十二岁跟我一样，那我没有吃啊，我肾脏很好。啊，那个他们伤肾脏会伤到。你钙片在吃的时候就好像榔头跟铁钉，你的榔头在打铁钉，所以钙片吃的越多，骨头越松，好，不但没有帮助，还把骨头打更坏掉，好，钙质就不会。那这个水泉呢，临床上面月经啊，好，停经不来啊，好，都可以做，好，都可以在这个水泉上下针。水泉是好，所以这个很好用的一个穴道。在水泉再回来的时候，从这边回来的时候，哈，到照海穴。
内踝裸下五分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照海穴。所以在内踝裸下骨头，你摸有个凹缝，真下照海穴是这样下去的，角度是这样子的。哦，不是直，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子，好、哦，也不是这样子，而是斜刺45度，从内踝裸这样刺到照海穴。那照海穴呢，管阴跷。阴跷脉，啊，阴跷脉呢？你癫痫的病，痫病夜发，啊，晚上发癫痫，我们就灸照海。灸阴跷就是讲照海穴哈，在这边灸，好，那白天晚上都发，就生脉、照海都一起灸，好。由于这个肾经呢，一路从照海，哦，一路上来到了喉部这边。照海呢，主的是阴跷，阴跷脉的跟着肾经上来的时候，同肾经是重叠在一起的，一直到喉咙这边。所以我们在治症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好的治疗，我们叫列缺照海。列缺呢，跟照海这两个穴道，列缺主任脉，照海呢是阴跷。所以这两个穴道碰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治疗一切的喉病。喉咙有问题，通通可以在列缺照海上下针。好，就是你要下到穴道，你没有扎到穴道，啊，扎到列不缺，要扎到没有扎到照海照合，好就没有效。针灸记得哈，是立竿见影。你下到穴道一下去，当场整喉咙通流去掉。那现在跑了一个小女孩子，8岁，扁桃腺发炎。这扁桃腺发炎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啊，看到里面嘴巴张开，哇，那好大两个，对不对？像荔枝一样，你把那个三寸针，就是上次讲的折法，好，后面折起来刺，把两边刺破。刺破以后单刺，好下针引刀器出针单刺法，然后左右下完再下照海，下完它就不痛了。就有那么快，好，那你觉得说这个我们把它治好了，对不对？不要跟他讲收尾，那他下次那个扁桃腺发炎又得来找你啊，你不是很赚钱？那你很讨厌看到他，对，因为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人口，你两只手看不完，对不对？所以这个把它看好，一次治疗结束，另外要下一次来。你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等到就要告诉他，哎，你这扁桃腺发炎都好了，就是下锅炒5000，啊、哦，加个生鸡蛋有带壳的，放到锅子里面，2碗水煮成1碗，把蛋喝了，好、哦，把蛋吃了，汤也喝了，就一次，啊、哦，扁桃腺终身就不犯了。下锅炒5000呢，5块钱台币，啊、哦，鸡蛋一个多少钱？你算算，然后2碗水煮成1碗，好、哦，这很快，而且不会发。那你没事，你觉得人生乏味，你就吃抗生素看看，哦，越吃肿越大。最简单治的哈，所以任何的喉病，那你可能临床上碰到，好、哦、是甲状腺肿大，你可能碰到扁桃腺发炎或者慢性喉头炎，好、哦，或者是一般的喉咙发炎，都可以用列穴照海。好、哦，那照海穴呢？还有妇人逆经，因为照海是管阴跷，那阴跷脉的气血是往上走的，那任脉在管经血，好，所以如果正常的女人呢，到月经来的时候，心脏会把月经慢慢总是顺着任脉，任脉原来的气血是往上，到月经来的时候逆向会走下来，把那个奶水倒下来，那可是你阴跷脉有问题的时候，它阴跷脉会把这个月经推回来，就是月经呢到了腹部呢。没有从子宫排出来，不是从阴道排出来，再从子宫进入这个桥脉，桥脉呢跑到嘴巴里面，哇，从鼻子里面喷出来，好叫逆经。那每个月都固定流鼻血，好逆经，
照海穴。好，照海穴。那这个到目前西方医学没有什么方法治疗逆经的，好，没有什么方法。再来呢，你们看这个复溜，从照海穴呢，啊不，抱歉哈，从太溪穴，太溪在胫骨的胫大经和内踝乳的中间，从太溪穴正上直上两寸，两寸的距离，就是复溜。复溜呢，是肾经的母穴。肾家的虚症，我们可以在复溜上治疗。那既然是复溜是母穴，下针的时候，你看肾经是不是这样上去的，对吧？那你针下去是不是这样走这个方向？那复溜在这边，你不会直接在复溜上面这样下，对不对？你如果在复溜上这样下的话，就是没有复溜了嘛。你已经在下面五分的地方对着复溜这样下针，是不是就随着它？水饮水的水随着它气血走，就是你针下去只要这个方向就已经是补了，只是小补，对不对？你再提再上去转的时候就是大补。好，那再拔一点出来是不是大大补啊？我们有很多的补法。好，大家不用急，补泻手法不熟，我们这个经络讲完以后我会特别再讲治疗法则。所以榆木治疗、圆络治疗和会稽治疗，我们这个五门十变，好，我都会再讲一遍，啊，然后手法，针刺的手法，我们从最简单的补穴，一路讲到最难的就是烧山火、透天梁，啊，透天梁我们怎么做？强补跟强泻，啊，那复溜呢是肾经的母穴，它是精穴，啊，这是它的，好，那属金，金生水，啊。所以复溜是它的母穴。那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下比如说水肿啊、小便不出啊、肚子肿胀、腹股肿胀啊，都可以用复溜穴，好，常用的穴道。那复溜下针的时候很强，一下去常常会变成像麻电一样跳起来啊。从复溜往前一寸，好，到骨头旁边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交性穴。交性，好，交性穴。那这个我们有复溜交性，你只要知道在这边就好了。从这肾经上去的时候这样，哎，转个弯上去的。你如果在复溜上面平常没事坐在看电视，好，你就揪揪关元，就揪复溜，哇，那很强啊！只是因为你坐在那边，你不好，你要自己揪，是不是？你盘着腿，对不对？好，那个艾绒是不是往上，那个烟雾往上冒？你不要那么傻嘛，就坐在那边看电视，烟就冲到鼻孔里去，啊，头都昏了，你是给艾熏昏的。所以你空气要把窗户打开来，这样好，或者是用张纸或者什么隔到，让烟往那边走，对不对？好，那揪复溜就是非常好，因为肾本身是不是水晶？对不对？那艾绒是不是找水？所以一揪下去的时候，下脚就热起来了，好，水就会热起来。你记得，我们正常人，就是水一定要气化，身上绝对不能有累积多余的水。这个累积多余的水会让炎症更严重，让癌肿、癌细胞长得更快。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癌症，都有癌细胞。你只要把水排泄得很好，它永远不作怪。所以你们怎么正直照射，什么中指摄影，那个就不需要。那那一点点小的癌细胞，你去动它，你不要动它，根本无害嘛。你为什么要去动它？哦，太过了。所以，没事不要去做什么体检，不好，吓自己。好，中医体检都不要检查，问你脚热了、冷了、热了，结束了，回家。哦，对啊，就很简单了、啊。你们现在慢慢知道为什么了哈。那这个交性呢，它我们会用在那个女子月事不止、滴漏不止的时候哈，还阴挺，就是
子宫颈下垂垂到外面来哈，我们都可以用交性。好，交性是阴跷脉的心穴，跷脉的心穴。好，交性下肢也是直下，但是因为这个在跟那个跟复溜呢插一个大筋而已，一个筋，好，可以你可以摸到一个筋在骨边。那在骨边的穴道，你下针绝对不要贴在骨下进去，那骨膜会伤到，很痛啊！好，稍微移开一点点，好，不要沿着骨边下针。好，好，再来是足冰。足冰呢，我们怎么找？这边看，这是右腿内侧。好，你是在这边病人的右腿的内侧，就这样看。好，这个是我们内踝裸。足冰穴呢，在太溪穴直上5寸。好，往后开1寸，往后上5寸。好。我想画仔细一点，再后开1寸，这叫足冰。足冰穴，这个足冰穴呢是阴维脉的溪穴，好，阴维脉的溪穴。那阴维脉什么？我们会介绍七经八脉的时候还会讲。那足冰穴呢，跟曲池两个互相呼应。好，这足冰穴呢，肚脐以下的消炎解毒穴，哦，镇痛，肚脐以上呢，就是曲池，曲池。我们的巨阙，我们前面讲过是上际，关元呢是下际。这个际呢，就是上焦上半身呢，巨阙穴在管它的纪律，管它的周天的循环。肚脐以下呢的纪律的循环，就是关元穴在管。肚脐以上的炎症，曲池。肚脐以下，足冰。现在诸位就得到答案了啊！老师，有一个人来，哇，全身皮肤很痒，哦，合谷啊，对不对？合谷是气脉，曲池啊，这两个针一下去，上半身你痒去掉，下半身足冰。